这期特别近，怎么录的？怎么回事？哥是你，四个你。他们后来投我的最大的原因是，对，我其实有点怀疑凯哥，因为凯哥那个没想到晚上会被导演组揭穿。那我来排除法的话，凯哥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能跳，我只能跳。全是四人恩怨，你们是要取代跑男啊？把李晨弄走，对，这个逻辑是对的。晚安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，早点吃，拜拜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清早起床，拥抱太阳，满满的正能量。嗨，早安，电视台好。我现在每个人的票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你昨天晚上一天晚上没睡，就在背这个光。你在家里研究了一晚上，你太可怕。研究一宿就背谁投谁。这一宿挺累的。我有必要吗？背一宿。我们要进去喽。哎，哎呀妈，这大红色，怎么感觉突然又五层晚上了？真的是。虚位以待。我能不能？这是凯哥，你要取代他的位置，没有人管管。C 位，你看他昨天这个椅子就是不太一样。昨天是这个王座吗？送走了他。就是三个大椅子。大椅子呗。那也太傻了吧！你把摇岛想成。现在所在的山水基地坐落于杭州余杭的贝莱特庄园。想必大家进入会议中心的时候都听到了紧急的警报声，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现在场上有什么变化？唐九洲是没了吗？唐九洲，哎，没了吗？秋秋哥的没了，是你的吗？你又死了，你又死了。是不是睡觉都锁门了？我以为进来，我都抱着我的性命。到底得罪谁了？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做妆发呢？想想唐九洲被推倒了，对谁最有利？我又犯错了。龙哥，你不要说。我推凯哥出去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是不是？我现在也觉得是了。是不是？我觉得凯哥现在大概率像一个，就是懒虫看出我可能有点东西，带节奏了，受到了懒虫的眼光，或者我昨天的发言有没有那个值？别难过，你有问题。现在是只有你，你眼睛好水润。山水快递员带着唐九洲离开山水基地。九州，你变成最幸运的人了。真源，好好想想他的身份啊。场上只剩下了七位成员，接下来进行第二次投票。懒虫还会有最后一次行动机会，淘汰一人，身份就会决定这次对决最终的胜负。那我们帮助大家推断他们的身份。随身物品，好奇心又来了。随身物品，有请工作人员送上快递。哇哦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什么？懒虫的随身物品。打开喽。等。哇，信封。你们开一个，我们开一个。啊？什么？鞋垫？鞋垫？钥匙扣？这也太可爱了。这两件都是来自于懒虫真实的随身物品。一个人。这像个 idol 的。女生的，嗯，这一看就是个 idol 的呀， idol 的周边感觉像能别这种东西的人会用的。我也不会那么羞耻把自己挂在，不是啊，我也会自己挂自己啊。你骂谁呢？他不是要把自己从这个圈子拆出去？你是不用，但是可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但我觉得这哎，恩熙说你喜欢谁来着？恩熙，我这又来，你没有吗？恩熙还挺适合的，挺像的。但是我你比比你真源，真源，哎不行，小了，小了。他比我的就比比，好像还是男孩的吧？这不是女生的，冰姐，冰姐是三三半的脚，三十三啊，三十三，还有三的脚啊？世界上有三十三的脚？哦。我这真不是，这真不是给你的脚，三十三的脚，这脚真的挺小的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哎，龙哥，你的鞋给我们看一下。龙哥，这红袜子，
你还不如不比呢。我知道为啥。这个你龙哥你解释一下。一个是凯哥，一个是九州的。同意一下子。杰杰怀疑的是蒋龙。你们发个言吧。来发言吧，发言吧。安西西来，你顺着来。安西哥又是安西哥。他会掉色，你知道吗？我可能会选择一个黑色鞋垫。所以龙哥怀疑。那我们可以怀疑一下是你吗？真的不是那个鞋垫。龙哥解释红袜子我能理解，但是确实不能百分之百把你逃出去。对，因为了解你的人可能知道，我们可能不了解。对，不了就不是。搜一下。不用那。我真的很相信，就是关于东北人穿红袜子不能穿白鞋垫这件事儿、而且这个鞋，而且这个鞋垫如果是穿过的，它多少有点色儿啊。对呀、它确实没色儿。我才 OK 啊，无所谓。但我觉得你这个鞋大呀。正好，正好，正好。深深，我觉得这鞋垫就是你的，虽然没有作用，但它也是随身物品。首先没，我觉得这两个证据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了自己的判断，请从你们面前的姓名卡中选择。一跑男，我就往年的不会指向那么明显。请亮结果。红袜子我能理解，但是确实不能百分之百把你逃出去。我觉得讲完了，你们真是上当了。反正我最后一眼感觉周深哥、雨琦和恩熙三个必有理。雨琦不要被大家忽略了，因为我跟他在一队过，他就是不停的要刮，而他刮的基本上都很准。这个怀疑到我，我觉得这个我认。因为确实，而且几率比较小，失去了你赢了游戏。OK， 仨头再见。蒋龙昨天其实没说啥，而且蒋龙昨天的行为，就是昨天一天下来行为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因为他开了个玩笑之后，咱们现在能看到带节奏的人。恩熙雨琦的身份是挺好的，但是雨琦，我刚刚跟他雨琦绝对不想，雨琦说我不信，我就要投蒋龙。现在谁还不怀疑？都怀疑。大勋哥，你没毛病的话，你就真的，他们还能启动任务。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只要有一个懒虫最终成为，并将其淘汰，保证最终成为会员的人中没有懒虫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，大家准备一下就出发吧。先把郑凯投出去，他俩，然后又把你干出去了，还是他俩。这回车上的位置可够了啊，咱不用挤了。其实我们真不用挤了。哎呀，我们是宽敞，宽敞，少了四个人。那真的很好奇，凯哥跟陈叔叔在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就见分晓。他们可能挺开心的。跑男人越来越少了，是。跑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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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男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啊！欢迎各位来到长乐林场，现在场上只剩下六位成员了，我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至关重要的挑战。因为接下来选择两人过膝，其中是否有懒虫的存在，就大家都可以看到的，但有几个不能知道。对，那我就会选自己呀。王姐，你再来一期睿智的女人。金姐太厉害了。接下来我们上，请来领取吧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哎呦哎呦，还是他们走了。沿着桌面打出飞盘，摄像机是不是得闪开一点啊？挑战之前，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年。哎，米多奇你知道吗，姐？馍片啊，很好吃，超好吃。一包接一包，停不下来。来喽！哇！你是实战型啊！哇！扮猪吃老虎，深深为了拿下这个卧底线索，拼了呀、啊！拼了，拼了！你真的是御驾之罪。力气有点掉了，要不换只手？我不是左撇子，实在不行，现在两个手一起推。哇！两只手方向比较那个。OK， 一只手容易偏掉。你再来一个，我们才信你。有点像弹弓是吧？好像不是，两只手比较稳啊、哦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难超越了。对啊，四个了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稳住，稳住。啊！哇哇哇！就现在一股劲儿，一股作气，一鼓作气，一鼓作气。四个人已经很厉害了。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。哇，他伸长。哇，他伸长。你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。哦。
扇形。哇！哦呦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厉害了，五个。这个简直，咱们就是说超越的可能性不大。这个太难了，感觉就只有真源可以超越。对呀、啊，五个我超越不了了啊！我直接打那个十二，我来吧。OK。同志们，我说一个细节啊，刚才真源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啥？我还挺那个，他说我不能赢，我说为什么？然后他说，其实我也不敢打太多了，怎么了？不敢轻易选人呀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选谁都是有卧底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说你是带谁都会出来卧底，所以你不敢赢吗？然后他没回答我。你不是不赢吗？被激发，被你激发了。我试下升个档。不行。其实进的时候是可以的。你别投了。又下。什么东西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最后一个，稳住你，你搞漂亮一点，漂亮一点，最后一个，必须这个，有，哇，我太恐怖了，这太能力者，这超无聊，这真的，这超无聊，咱还玩吗？还玩吗？我们三个不玩了，重在参与吧，陈斌挑战，嘿，哎，对。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吗？纯靠运气呀、啊，哥！你让大勋怎么看？就是的，有眼睛好好看。最后一个，应该是稳了，应该是。加油！加油，恩熙，不要紧张，我们两个一个都没打到都没关系，非常棒。恩熙要证明自己，恩熙，恩熙可以，打到一个也可以了。没有啊，你干嘛乱下标题、啊？没事，再来，这个再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，再来一次。怎么树形象了？开始，稳住，两个手，是巧劲儿。哎，对，好，找感觉了。喂，对，就是这感觉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可以。你们这样会显得我刚才辛苦打了三个，就你第一个就是有点，好稳。哎，人生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太励志了。不是，有可能赶超你。你们还不信我？昨天是实力，我是实力，我跟你说。哇！我觉得你可以打完哎。可以。太准了，他这样。那你得选人了，真不是我不想选呀、啊。哦，我得选，我可以选人了。所以，雨琦，你可以从未淘汰的六人中选择两人进行验证。我们选。当然，这个决定不用现在就做。接下来，你们将回到山水基地的会议中心。回去了。在那里进行。在刚刚你们六人的挑战当中。雨琦获得了胜利，他将能够从在雨琦做出这个选择之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需要你们知道。他们也来到了现场。哦，来吧，是不是咱们早上讨论他们在那儿呢？我想他们要带节奏了。六位刚刚进行挑战的同时，他们当中的获胜者。这位获胜者将从现场派的成员中和各选择一人。龙哥那范儿、啊，那验的就是验在场上的这六人。哦，无论雨琦当时是由他来选的，
我可以先说一下，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坐实两个好人，你的选择就至关重要。换是吧？对，换是换，对。但他换，如果他真换成熟，那说明他是好的。我觉得是，就是好人逻辑是这样子来玩的。蒋龙，你的选择是？好贵啊！好。蒋龙，你的另一个选择是？他真的还是觉得你？这有什么用啊？你把我换下去。现在请欢迎啊！我们就会有赢的希望了。什么呀，一样。本来我觉得没有赢的希望。得看雨琦怎么验。这回车上的位置可够了啊，咱不用挤了。杰文，真不用挤了。宽敞，宽敞，少了四个人。接下来也请我们的山水快递员将场上的盆栽情况做一个调整。没事，你挺住，姐。哥，老树开新花呀！我们场上的局面再次发生了改变。在刚刚的挑战中，获胜的雨琦，你获得了可以从目前未被淘汰的六人组，在所有盆栽的旁边有一盆清水。雨琦，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两茎叶子，将它投入水盆之中。我觉得在甄元跟恩熙甄选一个。第二次投票之前，大家还有一份线索可以查看，是两件懒虫们的随身物品。钥匙扣，这也太可爱了。不是，所以你们现在觉得冰姐跟陈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？应该是。你们俩都是好，百分之百好人。对对对，是的。没有画出哭脸的人。而我跟你说，在下边了，我也是画出过哭脸的人。你现在很纠结吧？对啊，因为你是坏人。你要保我们还有没有复活的机会了吧？没有了。在今天和明天的行程之后，十个人当中最终只有三个人能够成为终身的会员，但是你们三位接收到了一个额外的考核任务，因此你们也有一个可爱的代号，叫做懒虫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怎么选啊？你选谁呀？太伤了。把俩队友叫上去，这个很冒险，这就是玩心理战吧。那他得吵得非常的有逻辑。就算把两个队友投上去了啊，那个情况没有人会相信我是清白的。主要是洗不清我第一天，所以不能那么玩。可陈儿，如果他今天上去说的那段话，你现在如果是好人逻辑玩法，那就是拿我去试一个在场没有画出哭脸的人去试一下。他带一个怀疑的人，对，拿我带一个怀疑的人，至少去验一下。至少去验一下。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现在没有目标。对。场上的那帮人已经都被煽动了。这个怎么选啊？他选了我的，也就咱们三值得验一下。我要打明牌，我只能说是不让再多的人再去暴露。
所以你们现在觉得冰姐跟陈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？应该是。你们俩都是好，百分之百好人。我就是把这轮相当于这个废掉，我就是得牺牲。你看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在表演，他没有必要验你，你肯定是好人。应该是清水。现在，请你将两位成员的树叶投入水中。如果水保持清澈不变，那么这里面没有懒虫。水变浑浊，说明这两人之中有懒虫。冒烟儿了。没变浑，清的。清水。清水。那雨琦不是个好人，他不是好人，因为他是好人，他会帮着验坏人，他验了两个好人，他没有必要验冰姐，因为你俩很明显是好人。不是，他要是挑一个好人验，他也不会验冰姐，因为冰姐太好人了，他应该验真源，他应该验我，因为这种有争议的，非认我们俩。你们刚才不是说冰姐没有护脸吗？你没有人说这一句话呀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呦，你说了四个人说没有哭脸，证明七八真棒，恰恰暴露了自己。我暴露，反正我已经暴露无所谓了。姐，你加油吧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晨哥要回来了。对，我肯定又得回去了。然后想象一下，他在保谁？他在推谁？正在努力打造低碳示范，已经淘汰的成员们，你们也将一起参与到这个任务之中，请大家出发吧。啊，走走走。意料之中，尽力了。但是晨哥和感觉你今天活力十足啊。必须的，因为我今天喝了富含茶多酚的康师傅真无糖茉莉绿茶，感觉今天状态超级好。那我也快喝点吧。可以啊，一起喝一点，因为我们康师傅茉莉绿茶这个是零糖零代糖零能量的，好喝又健康，最近出游运动一直喝它，大家可以来一点哦。小竹笋，我们应该没有关系吧？没关系，观战。我们是刚刚懒虫们的最后一次淘汰行动也已经完成了啊。欢迎回来，最开心的一次。五位成员中，哦，选择一人成为自其中在场的玩家，会进行游戏任务，而哇，凭什么？太残忍了吧！我回来了，淘汰了还要受虐，我们也是有尊严的，好吗？请来领取任务卡，接下来呢，就请。在场的各位来我这里抽取机会。好的，接下来请你们先选搭档。对，你们就是挑吧。你们选一个，我不用选我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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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尊重你们选择。谁说？我觉得我们可以都选陈哥。你别输啊，真源，你不能输啊。就喜欢这个态度。酸爽，落起来，落起来！我的妈呀！上下的，上下的，对对对，啊啊！对，快点，快点！鑫哥，鑫哥错了，鑫哥错了，鑫哥错了，红黄绿，红黄绿。啊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错了。那行，哎，那就赢了是吧？人家都不知道呢。哎呦，我的妈耶！啊！姐，对。不对，不对，他的那个是三个摆在一起，不对，陈冰，我对了，我对了，陈冰对了，陈冰对了，真的对了，哇，这下，哇，这个好难，啥？别紧张，我又比他差了一点儿，女儿快 ，nice。恩熙，这都已经习惯了。对，怎么上？你不行，你跳来。啊，魔鬼！魔鬼！不带怕的，没事。Queen 卡组，
哥，你也 queen 看一下。怎么跳？这样。好。Queen 卡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结束了。马疼死。第一局魏大勋胜出，第二局二选一，二选一，你们两个人当中任意选择一位在场成员的叶子投入水中。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验证不会公开。俩都是坏人，一口老血。选了陈哥跟陈冰，那我就觉得他的身份不。陈哥肯定是，肯定蒋龙也是一个好人。这有什么用啊？你把我换下去。好人，然后所以还是你推出去的。冰姐和李晨，那雨琦不是个好人。赶出去吧。大勋哥，你没毛病的话，你就真的别瞎投。蒋龙，蒋龙，与其看票型是一样的。投吧，投吧，投吧，直接投吧。去吧。还想好刺激。够了，够了。验出来了，真验出来了，真假的？真验，我能验人。你们输了。哦、啊啊！你们输了。而剩下的三位，其中到底是否还有懒虫？你们输了。啊啊啊！你们封心了都。今天一整天投票的这些结果，发生过的两次验证。恩熙，还有这个操作，你不要紧张，没事。不要再说话了！你敢在蒋龙面前吊凳儿，我都吊凳儿了。兄弟心脏不好受啊。张真源，在最后一轮投票结束之后，你去看就知道了。哎呀！果然还是你们在演。是他们玩的太好了，郑凯你太牛了，凯太牛了，你太牛了，是周深，周深是周深啊，你把他不是我，还在比，嗨，小安，拍小片儿，好久不见，想死了。哎，怎么有三个位置？对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位，你猜一下是谁？我刚才魏大勋啊，我猜的也是他。你看，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我们俩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，我全猜中了。我感觉人生开挂了一样。我们今天，那我们就是永远不会挂到那个了。OK 了，导演，看我手势，有有。八千。八千，你是一共八千，一共八千，你。今天最三个直接选定的，能选常驻 MC 吗？可以。我靠，最熟的吧，周周。各位兰州，明天8点半，基地会议中心将会开放，你们可以选派一位懒虫，秘密潜入其中。通过按下树苗背后的按钮来淘汰一名成员。我觉得第二天还能在推人的时候还能推出去一个，我们就必胜了。对，但是你看一下啊，就是咱们里面谁出去会最不会怀疑？深深，你 OK 吗？我是 OK 的。咱不用挤了，挤我们。哎呀，我们这宽敞，少了四个人，真宽敞。你真的太
是我，是我，是你，是你，演技太好了，大军，谁的？我的，太难了，恩熙，还好不是你，要不然我差点都不相信你。结果呢？一到这屋，夸一拉帘，看一下，就当时那个帘一打开，我们三个的表情。雨琦，那我们还是恭喜今天所有的好人获得了胜利，并且你们真的坚持到了最后一刻，也将为今天最终获胜的七位成员送上奖品。有请我们从城市到林野，请大家回到入住的地方。还有任务？还有任务？你猜一下是谁？我和魏大勋。其实有点怀疑凯哥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如果都是你挑拨离间啊，现在这是我们的周边。